说那个你开始，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开始。观众在看啊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的那个星期五，所以又到了地狱直播的时间。Yeah. 那今天是我兜里还有鬼鬼一起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新的，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打到麦克风，新的地狱级关卡，然后它。等一下的话我们也会跟大家讲说他的成就等等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右下角有这个新的储值礼包活动。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哎、欸，点一下那个礼包啊，他没有签到，好，没关系，官方账号。好，然后因为他最近有推出这个礼包是那个主角礼包，因为最近那个下礼拜的工会任务之后有老人会是解放一转解放好人，对，反正就是他应该因为配合一些主角所以现在就有这个主角的礼包，那里面呢会得到这个 Omex 的主角，然后他的魔法石就是这个价钱原本可以买到的魔法石量了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要帮他买你的钱吗？你的卡。对，然后他有送那个安卓合作的这个机械人的永远，然后还有什么体力回复剂啊什么的，然后它是光组跟暗组分开的，然后这个是综合的，就是御三家，就是水火木的主角，反正就一起的，对。然后还有送这个，应该是那个武装龙科，对啊对啊。然后就是30粒的魔法石的钱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，对。就是如果你主角没有练还是怎样的话，然后又缺石头的话，我觉得买这个是蛮方便的。对，好，那是这个右下角的活动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打的地狱级关卡是这个蛙眼杀戮，听起来超恐怖的名字。而且你看它的那个名称，它是不是对猫咪有什么误解？对，哎、欸，这个魔王他说超讨厌猫咪。对啊，那为什么会叫我打？哦，因为你要击败他、哦，对对对，他击败他，击败，你要痛揍他一次。对，然后这一张卡，要先讲吗？还是等一下再讲？就这张卡片呢？对，这里，对，他技能就是会把整版珠转成光暗啦。那其实如果以前你是比较旧的玩家的话，就以前合作系列的龙葵，它其实是类似的技能，可是因为它已经是。已经没有合作了嘛，所以也没有办法取得那张卡，那这张可能就是想要取代它这样。对，然后它有那个打三次就有动态造型，对，就这样。要按旁边那个，对，这只没有穿，没有穿攻击应该会那个就是往前，哦也没有，哦有，它集气有点久啦，它那个武器是一个猫掌印，对对对，那他不是讨厌猫吗？可他拿的是一个猫掌上有血迹，他拿的是哦猫的吸尘器去，他去吸猫，吸猫，吸猫感觉蛮舒服的，对，反正就是这样。那关卡的话呢，成就我们看一下好了，成就有这个光属性，只有光属性，所以如果有转属什么的就不算，然后只有兽类。还有三个以上种族，对，然后就是如果我觉得啦，就是地狱级通常成就如果解完是龙科的话都尽量拿一下，对，比较好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打咯，那你要先我先可以啊，你先好了。好，那、欸、可是我想先用的是完全没有解成就的东西、哦、好啊，还是你要先解成就？好像也没有解成就哦，对，放成就与就是先，我觉得可以先用一下大家很喜欢的，不是这个啦，对，巴龙，就是因为常常在打地狱级关卡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一直问说，巴龙可以过吗？巴龙可以过吗？还是可以，巴龙可以过吗？这么久了还是可以。对，所以我们来试用一下，虽然我是打过，但是对，希望不要翻船。Hello， 大家安安，扫猫毛。哎、欸，身上都会粘很多猫毛，有吗？好，这个，第一关的话，其实，对，技能重置，然后它是要七康，但是如果用八龙的话，七康。一关它如果有时间
可以延长的话，手转气枪还可以，不太难。感觉好像要稍微洗一点点技能。但如果你少转一吸，他就多打一下。对，你这样子只转五康，会被打两下，他会掉一啊。欸 oh, 我想要洗技能，完蛋了。不给洗，不给洗。因为它前面是重置，所以即使我装了武装龙科，我的暗龙使还是不会这么快。对啊，这个有点麻烦，这个很烧。在干嘛？第二关小怪、欸、歪了，一边是越攻越强，另一边是会燃烧，算是燃烧10%。得要有点小心。越攻越强，它伤害从4000开始，那就8000、16000。对，所以我会先打它啦。那但是我好像是全体攻击。我的技能呢？我的技能打太快怎么办啊？安安邪恶魔族安安。对，有点久，该怎么办呢？准技能。对，然后就这边会燃烧，有点麻烦。啊，这个第三关它的血量有点多，它一开始就1800万了。对，所以最好如果你是用八龙的话，这边最好按龙死跳了，不然就会有点痛苦。因为它会燃烧，我就很会转的很害怕。它燃烧是扣1000啊，扣趴数，还可以、对，稍微好一点，烧一下。趴数的真的超可怕哎、欸，它转十下就没了。安龙石，你到底要跳了没啊？还有两回合，好久、哦，好伤心欲绝。因为第一回合他直接重置了、啊，所以武装龙克没到。对，对，而且我们有带武装龙克哦，你看他有那个，他有他上面有一个那个，对我们不是忘记带，对，他是真的，好怕。开始看大家技能好了没？还一回合。嗯。杨海辰。啊！等一下，补一下血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没有补到，我转不上去了。哎哎哎，还可以。哦，吓死了。哦，还可以。等一下，可是我现在也只能。被烧，按什么死？可以烧四下。为什么这么烧啊？好，左边。对，左边不用理他，可是其他地方有点，你知道有点烦。按住。因为我平常转珠是很容易就是绕回来的那种，所以很容易。四下的机会。烧下去，我可以上有幺幺幺八，好烦哦、喔！突然觉得压力好大哦、喔。暗红死有开吗？有，刚开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啊、再一次，对不起，前面打太快了，笑死。前面打太快，对，前面要存技能比较好，因为这边很麻烦。我刚前面真的尽量不要，就是转到，对，因为它左右会掉一个嘛。自洗，又有到的话转，稍微洗一下技能，可以吗？刚希望你开八龙，可是八龙哦，其实可以，但是后面要有，后面其实要有。哇，有啦，后面其实还有一关，想办法应该还是可以出。稍微啦，稍微。我们等一下，如果再不行就开吧。哎、欸，有啦，这次好像比较有得存。咦，好一下还好。先算起地，这个火龙，对，火运母神，它好像是讨伐还是什么？对，它是把暗珠，对，
对对，因为最后，好的，最后再讲好了。那王冠边太适合暗队，不能手消暗组。对。然后硬要用巴龙的话，对，硬要用的话，我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多久暗龙时代。应该比较比刚刚好多了吧？对啊，哇，三回合，好一点，好一点。我都喜欢飙车。不是，我常常没有洗到技能，我平常很就是很常不洗技能。飙太快了。对。哎、欸，我忘了指定了，啊、我已经指定他。可是因为我们等一下他应该技能也要跳了吧。哎、欸，很方便。哦，跳了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跳了。可是这边也是有点，对，要烧，要烧，烧起来。啊，现在满血。满血可以慢慢烧，是不是？哦，好痛！但是还好，你看我的这个版型、版面啊，不是版型是衣服吗？我这个版面，对，就是洗洗好比较好。对，差不多那么久以前，现在还是很堪用。对，我会在这里开了。先第四关了，然后有一个拼图盾跟一个暗属性的电击组，大概这种，就是因为它是可以超出的拼图盾，小拼图盾吧，这种小盾可以甩。然后这边是因为巴龙有时候其实是留在这里用。因为他有时候那个位置，关算小王冠，他血量有2700左右，2700万哦。啊！他先突击一下，突击伤害不高，大概4000，估计大概4000滴。嗯。然后两秒转珠，那当他血量如果是剩下50%以下，他攻击力跟防御都会变成3倍。对，他现在要。变了三倍了，来那么久，倍了。好，我再下一关，我再往一洗。还是攻，是可以补洗。有花色还可以再撑一。这是版面。再开背。背弓怎样？可以啊。好，两秒而已啊。对啊，两秒。哎、欸，这边真的很多两秒的，对，好烦、喔。使用时要留在王冠。对。我想想，为什么觉得压力这么大？今天压力特大，怎么会这样？好了，应该可以了啊，可以。还好，还好有天降。硬。好哦，哎、欸，而且现在因为它不能烧暗，也不能手烧暗珠哦。对，它会回血，还会打你，所以刚好我刚才版面落的没有很多，所以我必须转了。血量它是攻前盾，这个王第一条就是攻前盾，你必须先被打一下才能攻。然后它的血量是1500万。对，他除如果他是兽毒之外的话，他先打你之后，就是技能会全部重置。所以最好你是其他种族的话，你要记得带破弓前的龙科。对，龙科很方便。我在练习的时候忘记开龙科。啊，这个怎么？
没拉到，最后一下没拉到。别破工钱。对，好。然后王二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水龙石的第二次的那个还在，因为他两回合嘛，哦，因为他这边什么都看不到，而且一样不能烧暗。哎，八龙也还是两秒转住。哦，好渺渺的一关哦。对，这地狱真的就是到处处都是两秒，所以等一下鬼鬼应该会用一个加秒的队伍吗？对，不要用吗？这是一个别的。对，然后我这边就是把暗珠转成火珠，这样。照理来说应该过得了吧？手放开就是。天降有人死了。哎呦，还好还好，就是还好他稍微对八龙的话，就是重点就是要有破宫前龙客，对。不然的话，他其他的话应该是兽队，应该是对，而且是推荐，对，而且兽队也会解成就这样。那这个的话是，大家很喜欢的八龙，可是没有解到成就这样。好，刷新记录啊，过关就好。因为这个关卡其实以地狱级来说，应该算，对，算可以，对对对，就是跟其他的比起来，好，那我们。最后一关，如果不要被王第一条枪不要被王打到，对不起，我按到了。然后被王打到，他就不会重置技能。对，不能按，就是不要被打到的话。但是如果被打到的话，你就对，可能只能洗技能之类，可是有点难。也可以看队伍吧，有的可以在王光继续洗没有关系，但有的就一次打过去。那如果回复力高的话，可以洗一下。那用。猎人队好了哦，猎人感觉也是大家很爱问猎人，对，猎人可以过吗？猎人可以过吗？猎人可以吗？然后我没有，大家真的很爱我，我没有组的太豪华，就是小碟子放一只哦，然后这边其实奇牙其实一只就够了，嗯，对，奇牙其实够了，所以它可以替换成其他的，嗯，对，因为两只奇牙的话是你可以不用带先攻的龙克哦，因为你只要王冠不要被打到，所以你可以用奇牙变身去闪避，嗯，对，你只要不要被击中你就不会被冲击，这个也很聪明耶，对啊，但是我还是带先攻的加减就带着，只是奇牙可以换别人，就如果你没有先攻龙克的话，你可以带一个可以闪避的啊，对，比如说像奇牙，奇牙啊，007啊，哦对，007哎，那叫什么吗？有一个蓝色的数字7009、哦、7009不是007 007是可能是电影这样，对哦、oh, 那第一关对第一关就7 combo 7 combo 其实对你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加秒加吗加两秒，但是而且他下一个回合会帮你直接先做两台啊、嗯、不过打起来感觉上好像比较不痛，慢慢的洗，那需要一下，可以洗变身啊，选上之后可以变身。对，这边哦，这边他们技能其实也算快，对啊，大部分应该来得及。运气不好，没有天降。如果真的是像一些要洗技的队伍的话，你其实可以转个六康，让他洗。转八，好痛！我用本多吸吸收，吸收好像吸收好像不行。你有被打到，虽然伤害是零滴，但是你被打到技能就会被重置。嗯，这里燃烧，燃烧四个点，四点。可能要变身也可以，可以随便一些。
那有要指定的。指一下指一下比较安全，指一下指一下安全。我铜碗好像也可以跳总带铜屋，如果没有那个啦，没有，要死哎呀，太低了，他生气了，对，他会越攻越强啦，所以量太少，应该变身一下好了，变成血量多。六，而且他其实算关卡少的，他前面几关没有两条线。就通常都很爱，就是虽然可能只有六关，但是前面可能两三关都两条线，根本就不止六关嘛，打起来就十关。对啊 ，OK 的。对，你没看那个小怪，每次看起来都很爱生气。哦，野猪。我一开始真的看起来比较不痛。对啊。变身之后就差很多。对。变身好坏，三藏队，三藏队，我其实有试过光希腊之类，但是我觉得运气要很好，好像没有那个，如果光希腊里面带铜王搞不好磕，因为我今天试的时候是没有带，没有龙科，也没有那个。也没有回避的，所以你想要硬存，对，但是就没办法，就是有一卡星什么的就直接掰了，就没有试成功这样。魔法石595，哦，这是官方账号啦，对，它有无数的魔法石都不是我们的。好，第二关啊，再来，版面看起来。对，希望右边那只不要再生气，太生气。然后不用留 UID 哦，不会送你任何东西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比较穷。它其实这个燃烧虽然是四个，但是它不会增加，而且都固定位置，还好。而且你刚好是在那个角落，不太碍事。好了，血量有点多了，第三关。完，今天没事，变个身。也是变个身，还一回合。哎呀呀，哎呀，好像没有补血的、哎，有没有东西补血呢？哎呀，只能开那一招了吗？开，只能开硬了吗？对啊，也没有，刚好被转掉了。对啊，没有新珠吧？是。Hello。对的，就是救命招还蛮多的。对，打吧。关是小怪关。对，那个拼图盾跟电击。没有人类武装龙客，这个好像，因为这是官方账号，好像没有那个师傅。好像没看到。对对对、啊。小杰万能，小杰技能真的很多啊！哦，啊，跳了跳了，没事，大家都跳了。啊，嗯，技能哦，小齐，他叫他小齐，那打第一集就要记得洗澡。
的燃烧猪转的好好哦、喔，刚好没杀到，刚好追了那个尾巴在动。对啊，好厉害！我就对燃烧猪完全就是很惧怕的那种。嗯，然后第四关，关、嗯、哦电哦，嗯，压队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有时候电击在下面，对，不用理他，对，不用理他。对，他完全两颗都在下面，你这运气，这运气超好。对啊，揍他。但即使没有抽，如果没有拼到拼图也没关系，至少会先打死。如果你没烧电击珠的话、哦对对对，连拼图都打不到。因为你刚才那个在下面就、哦、啊，踩下。我们没有在骂脏话。要开要开启、啊，再点其他吧。嗯，增加一点暗度。对啊。啊，拼图，拼图的那个伤害高，我们血量一点点，是24000。嗯，这解掉就没，拿血剑也可以。现在回复也回的，回的回来。那、你的木屋会在什么？欸、我在木屋，该开了。怪他谁？该开了。其实变身的时候就该避开了。不，我刚才想说，你 是不是想有什么奇效，想要在哪里开这样子？原来是打酱油的、啊。凑人数，凑人数、啊，开一下，开一下。边呢？哦，是没什么。嗯，我转。后面用不到。嗯。墨珠。哎呀，我的墨珠。还是有安置。别啦。别急。王冠。边不能消暗，不能消暗珠，然后又不能被打到。那这边如果你想要闪避的话，七阿变身算是一个好选择。嗯，我是有带仙宫盾的龙，都可以。我这边有两种方式可以解。嗯、你要用哪一个？哪一个？想要用什么？啊，好，变身。啊，先变身。啊，那不要开落雷，因为暗珠太多很麻烦。变身吧。叠珠，你要开？忘记了啊，啊，没关系，又要再叠一次了，好吧？哦、对啦，我刚刚是用那个对对对，应该要开闪技的。所以现在我的技能没有被虫子掉，对，也还好，也还好。但是如果你有那个破弓盾，破弓前盾的，就直接打了，对，就可以。如果你是要拼榜，就少一回合的。但我没有就不急就、慢慢打。这边是没有剑。按住太多，可以开这个孙尚香把它炸掉。要调，刚按住好像不多，但是这边就找劫啊！哦，直接大劫大劫，直接炸板。
那剩下的这个应该都是木珠。嗯，那暗珠就刺客就稍微。这边其实我就加减开。嗯，加减。哇，技能有点太多，好想再。已经满了，左边已经满 了。再把暗珠再。请问是想要洗状态吗？挤状态吗？这样子好了吧。然后还有轮客可以用。好满哦。好满，很满。今天转珠是两秒。开启了。加一个，对。而且刚刚有加 combo， 对。对啊，而且大杰的一拳应该够力吧？应该很痛。最后一下，我也常常会听到那个噔的声音。啊、哦，所以他这个破弓弦盾的，还有加转珠的龙，刚刚转了两排木出来。哦，对啊，对练队也蛮方便的，嗯，不用太豪华，就可以选择你要的，你要用小杰，不用奇亚闪，或者是你其实有龙科的话，对，其实我们刚才队其实主要你只要有小杰就可以过了。嗯，那小杰跟其他都是比较小杰一只带其他都是比较平民一点的角色，像拔卡四八四这样，这点也不错。对，而且你刚才还忘了你有带木屋这件事，太晚开了。木屋是来干嘛的？木屋可以早点开。啊、那我要用什么、啊？组了什么队呢？还有什么？蜜儿吗？哦，对，就这个是可以解成，可是你的成员跟我不太一样、欸。你换一下，这是干嘛的？是，其实带猫咪队也 OK 啦，蛮、嗯、也蛮好打，而且就不用管那个先攻盾的。你姐可以吗？我觉得可以耶，好像可以，可是因为对，可是因为这个账号里面没有梅姐，对，官方账号里面没有梅姐，我们没办法试，这个账号抽不到梅姐，对，我们有点尴尬。虽然它看起来好像石头很多，哎、我用你的这个打看看好不好？可是你要在哪里开技，你可能要提示我一下，这个便打。所以你是带。对，他没插红。对，对他不用，他不用怕那个技能重置嘛，因为他都是兽类。好，这是鬼鬼组的猫咪队，因为我跟他组的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我懒得改了，所以我们先试试看吧。看这个是猫咪血那么多，然后恢复量够高，所以轻松的。突然忘记自己要干嘛。我好容易血转歪掉哦。嗯。啊，连在一起的。这样对待先攻，应该可以。我又组一队。对，他有试了一个智障的。啊，可以转输。对，他就完全不怕，因为这一次的第一集它里面很多两秒的。有两关会限制让你转两。就很。可是你要带梅姐那个可以练那么久，会比较轻松、欸。我又连在一起了，对，很爱连在一起。两个，很一不小心啊，要洗啊，来，这些人这边哦，那个一样要先指定右边那一位，烧吧，烧吧，位置烧的还真，烧一千而已，那很多。你很像那个讨价还价的，讨价还价的卖东西的那种。好吧。我是转。然后他等一下那个四个烧的地方会变成火吧？得技。我还是烧到了，奇怪。比较啪一声。不小心路过还是会不小心撞到。天克技能，良心什么？忘记他。他是不是有那个啊？就啊，打完。我先转。我这一关其实主要的是那个光属性那一只比较会用到，因为它可以炸板。现在又到了很讨厌的，好，很讨厌的第三关。现在
看一看一下天哥的技能。哎、欸，哦，你 不会那个对不对？掉落三力气，特制属性。因为我只记得还有背弓啊。好像就是你手劈削水珠，让它掉下来就是木珠。嗯，你觉得天降会变多？哦，这很怕被烧哎、欸，这个人。你血量有四万啊，现在剩三万了。这边有没有要开技能？血量还够啊，你还可以打混。哎、欸，我又转歪了。烧不用怕，我给你烧太多了。不是这样烧的，我转歪了。也不用那么开心的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才太兴奋了。那个恢复量很高。对，大拇指太兴奋了。哎、欸，就现在没有了。现在没心了，所以要。对，没心了。不要烧太多。好烦哦、喔，真的很不会转的，有障碍。好、哦。你很容易转歪了，为什么？不习惯的。哦，还好，对，因为他有时候如果他转的那一排会不小心把你的对啊金珠转掉，好障碍，要怎么办？这边太障碍了吧？十二下可以烧，我不敢。哎呦天降天降，这还是多怕被烧啊！这个人啊，其实如果的话，他是不是可以开这个肉圆会补血、哦？对啊，如果不小心就是肉圆就对啊，补血用的。防用其实他们也不太会用嗯。好，大家请原谅我这个害怕被烧的感觉，很怕被烧。好，第四关就是那个拼图盾。麻烦的话可以大板。对。我拼得进去。对啊，是刚刚好的。这拼进去可能就没有很高亢。对。按住。突然找不到他在哪，这样好好少四个啊，果然不够。好了，炸一下吧，炸一下吧。哎、欸，好像又不用，到底要不要炸？好容易，好容易动摇哦、喔，怎么办？真好，对，就还好，有没有？好容易动摇哦、喔。啊，不够，好，可以，不够，终于可以开了，死不开抽到底。那时候 CD 才三，不要那么死。到底是多想的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拼什么进去呢？但是我还是要补个血吧。那打得过去了。啊，有时候就是会没有拼。好，对啊 ，CD 三到底在，到底在不想让他不想用他啊？这边你会用什么呢？直接转吗？可以先磨到换一半吧。而且如果真的没，哎、欸，这真的好急哦，好急到的关卡哦。突然不知道。两抗，两秒，两秒，慢慢转，这很烦。那如果不行的话，可以开那个排珠。那排珠你没有要留到最后往二的时候用吗？但是洗得回来啊。哎呦，你看我又拉歪了。那我们可以开一个东西了吧？有什么好开的、啊？还好，你看一下想到这样，一下想到这样，这个人好好那个哦、喔，很神。对啊，一下想要开这个，一下又不想开。好了，好像开一个什么，不然好慢哦、喔。要开什么？好呢？对啊，每个都跳起来了，好难选哦、喔。两火好了，对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不是其实开它只会回血、啊，它不会、嗯？只会回血，就没有。太多技能的时候，反而不知道开什么好哎。
这也是没有背弓。我听着。大家是不是很想睡觉？这也不会死啦，现在。大家就是觉得要等等我想，然后就很想睡觉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真的好慢哦。哎、欸，它越来越痛了。一把。回血。到底要开什么比较痛啊？哦，好像也可以，因为后面好像状态会太多，是吗？都可以慢慢磨了。我不能开了。回合图很仓鼠型玩家是什么？囤积技能。对啊，那我实在不知道开什么好哎、欸，好随便啦、啊。打紧。对啊，我已经不知道开什么好了，这很难想哎、欸。因为我刚才烧了那个，它就掉了火。哎、欸，暴躁，他等一下会爆吗？好了，他真的打得好好好痛，好不痛。开一个什么？要开什么啊？密尔，那他刚才不能开耶。对啊，隐身，然后不知道怎么不能开，他有无视那个吧？这刚就开龙科算了，白猪啊！我的可以加减开。十秒。那你王冠的时候不会用到牌组？那血量，一条血应该出。哎哎，你看死要拖到现在才开技能，到底这个人到底怎么了？哎，那你告，不能烧，要满血，满血才一次。哦，对吼，聪明，很少用它，因为我们平常不喜欢不喜欢躲躲藏藏的，都直接打。对，我们喜欢直接打人，所以我这边直接转啊，不用，因为他先攻盾，对，所以我也不用理他嘛，随便消一组就好了。而且暗珠只有两颗哎，其实还好。好、哦，在得意什么？你看完全没有影响的受对。哎、欸，就连在一起了，到底多喜欢连在一起啊？啊，那边就可以磨技能了。对，如果要存的话，记得不要手下按住。对，可以，你可以用叠的，你可以选择用叠。嗯。有回复力真吗？哎、欸，大家都又跳回来了。对啊，很快啊，猫咪对着心。大家又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我知道。嗯，应该解决了啊！哎、欸，这人到底多不喜欢开技能？快点！我们猫咪就是这样，不开技能也都打得好好的。啊，没。刚刚无视啊，就我们和和平平的到了最后这样。哎、欸，最后了，炸！他把妹固定都会变成这样的形状，有什么还？猫掌，它有什么？等一下哦，它没有讲。哎、欸，有一点像、啊，就是两颗光嘛。对对对，就是手，然后肉球嘛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，我们乱猜的。问号状的那个肉球，哎、欸、呦，有点。这我应该、啊，可是它有两秒了。对。人生逃不过两秒。哦，对耶，龙克也可以再补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你看大家看起来哦，好亮 哦，好闪。对，你看全部都有那个技能，可是我要很少按。不会，
对啊，不能烧到暗，还是让人有点……哎呀，只有三汤哎，不可以，有天降要要。可以啊，你看这个就第一次用这对都可以了。猫咪应该很稳。对啊，都可以过了。虽然我就是中间感觉一下想开技，可是又没有开，又没关系的那种。这叫什么？有一个成语，突然忘了，欲拒还拿的，中文好烂哦、喔、之类的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过了。我刚好怕他突然来一个就是更新之类的。所以蜜儿就是没有来做事，因为我们刚才没有用到。对啊，反正他当队长，当队长他可以增加，对，两秒。好，所以这队的话也可以解纯兽成就。好，接下来你有要用？接下来其实的你好祝福有两队应该都可以。你比较喜欢哪一队？我要组一个会会队，然后那个智障队，两队应该都行。智障队的话大概是主将了，就是最后要换成。哦。对，然后转速时间很长，伤害也够，然后又有合真去炸板，所以还可以。那我们先试一下会会队哈。哦。还是主将。对，这个也算还好，又只有带自己一只会会而已啊，对，还好。不是那种很油的队伍这样，然后在龙克也是，这个刚好他好像只有40%可以破攻前，所以那个伤害要够大，要够，对，那他的血量其实也算算不少，对，有点多，对，又只有40%，所以伤害要打死，要乘以十，不，至少要两块，要多，对，要两。一点度，那个夸比卡的真的伤，好优助哎，这边张卡片也没有优助，这个账号没有优助，对，很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官方账号里面没。对啊，不过会队有问题，它是没有增加秒数的。哦，对，欲盖弥彰，欲语还休，大家的英那个对都成语都很好。哦，道总其实可以过，但是我不知道应该。道总其实只有第一关你要洗，对，也是要稍微洗一下，然后小心那个七 C， 之后都还蛮好过的。来不及啦！啊，要死啦！等一下啊，要死啦！没关系，哎、欸，差一点点，他那个血量。好的吗？他打三下好像也是29多，你可以的，可以再试，先弄好就好了。就是他感觉 CC 如果过之后，后面可能有的关用炸就，对，用炸的就可以。哦，库拉皮卡克斯，蜜儿有做事，颜值担当，真的很可爱。其实我比较喜欢他五星。真的，你是跟我一样，我超级容易会把猪黏在一起。不是，就是对，相对来说好像人比较，对，他没有加任何秒数。刚才的比较，小螺丝在布吗？啊，要死啦！啊、我粘在一起了、哎哦。哦，就跟你说，差一点点。两滴是什么？他29295。两滴是什么血量？变效果台了。对，怎么会这样？两滴。我们明明就是如此震惊的一个搭档。对啊。震惊。对。嗯，因为慧慧可以加点。云云可以加点开啊、哦，对，也不行。那、
丝带布马日郎科雷和尼克斯。其实 我自己有录了一个道罗斯队，可是我带的是双狼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双狼其实换掉也可以，就是换其他兽也可以，然后你带那个龙科。因为我那是出门前录的、啊、所以来不及。要进更新队啊！人家一滴，他是两滴，两滴更新，两滴有点可爱，因为原本大家都一滴這樣。对啊，跟个两滴。画皮卡开开了，开开开，跟木一样忘记它的存在。对，很喜欢带人家来出来逛街，不不，当薪水小偷这样。你们免费技能加点开。嗯对，一直跳，太会跳。最后一下轰的好痛哦、喔！前面还想说是不是不够痛，结果最后那一下好痛。欸、我们刚好火属性在头尾。对对对。对，火属性伤害比较高。好，第三关，血量很多的第三关。三关，但他转了火珠，转了很多火珠，嗯，所以会很，我会很开心吧？对，很开心。感觉要转这种，就是要那种大转的很大的，对，要绕一圈，绕一圈，他才不会被扫到。我真的很不会转这种。好。你看，打了一下，哦，库拉皮卡打了一下，痛。对啊，双狼换掉可以解全光，对。嗯，先，哦，来，哦，没内裤。哎，没有语音，刚刚不是有开？套到内裤才有。哦，对哦，对，要有内裤。很好笑。双狼，对，那个双狼其实换成其他两只手，我觉得也过得了。就是你带一些可以炸板或者，哎、欸，大火柱啊，哦，的斜转，好斜啊，够了。啊，打了，痛了，一关。拉皮卡生猛，怎么用生猛？它又不是海鲜，生猛，突然好想吃热炒哦、喔。焦点错误、嗯。这边呢？那好了，这边也是两秒转。哦，对。你看骂脏话吗？很敢。我想说，我第一次听到你骂脏话，吓死我了。哎、欸，好的，哦，这个新珠是上天派来拯救你的。两秒了。然后参数行吗？看一下啦。对啊，看一下。真的免费的。对啊，又跳了。这边就是可以靠语音可以撑一点时间，可以把合真的技能先看一下。有点好高哦！不是新书啊，其实被慢慢磨应该也是可以，没有卡星。对啊，啊，其实也还会卡星的话，还有雨。所以更麻烦的话，你就直接会炸一下就好了。好，生气了，该开点什么了？对，开，开，按一下一技就好了，因为用二技的话，之后龙克会哦，对，八十，八百万够了，哦，解决了，对，他炸一下是900万，那他的血量是2700，
你刚才已经打到剩下差一点了。嗯，稍写一下。那这边先攻，所以我们是用龙克去破它。40%。他的话，我们同伴变个身。变。变身。变身。那要等下排个猪吗？两回合排猪。25秒。延长。对啊，哎、欸、对，而且两回合，你下一回合也可以。下一回合可以好啊，就开吧，开。开。不要排到那个岸就好。啊。好久、哦，好久、哦，人生都在这里度过了。一个好碟，好久，还不放手。龙克，龙克，差点忘记开龙克啊！其实我刚才在试图干扰你，想要笑得太开心，想要让你失败。可以啊，很棒。乱点龙珠。OK。然后这一回合还是可以25秒，然后合着好爱25秒，抽一下，抽到吗？内裤没有，对不起，哦，开，哦，对吧？对啊。用两只，如果你刚刚会没有用掉，两只就解决了。炸，然后差不多就不用烧了。那么多，那我按住哎，是转掉啊，但顶多那两颗，会不会太多？你是我还以为带的是洛可可呢。哎呀，好像就是小法。好久、哦。好久。起来了、哦。对啊。40。够吧。够吧。哇，好痛哦。所以会对，哎、欸，轻松的。对，其实应该大部分队伍就是刚才讲的有龙科就。嗯，很棒。有仙宫，仙宫龙克都蛮方便。对，不过那些仙宫龙克以前是在哪些地方拿到，其实我也不确定，因为我不确定我自己有没有，因为官方账号有啊，但是我忘了、啊，不确定自己有没有。乖乖解成就，通常应该都会照着拿到了。所以就是，地狱级有龙克的话，尽量有办法的话，尽量都要拿。如果真的没有的话，嗯，用个兽队。其实不一定要猫咪队，其他兽队，旧的兽队，对，旧的兽队啊，也有可能。最近有是有前几的，跟兽队哦的这个系列，这边应该不会没有吧？为什么？哦，有啦，对对对，有一系列。但有人问说哈沙，我觉得哈沙那个应该也都可以耶，而且他如果对。那个应该也是慢慢打，也都过了。如果哈沙慢慢磨，因为它不会有那种即时的伤害。对，慢打可以的。啊，兽队应该是最方便的，而且又可以解成就。啊，这样，那剩下的光成就，我应该会用玛雅吧？啊？玛雅吗？哦、它按住会，可能会弄到比较麻烦。玛雅光成就，不是，我是用道罗斯啦。对。大家可以试一下。三种族的话，道种里面就三种族啦、啊哦。对耶，就多带一只妖精。我是带那个，因为这礼拜大家不是有打那个双轴，有一只就是光暗转光的那一只，它也是妖精。我是带那个，就刚好你在后面用这样。哦，是这样对，嗯，大概也是这样配。其实队员有点大同小异。这都是同系列的角色、嗯。好。啊、那相对的，会有一个水珠的，一个水的切的是直接无视的、
但是切的那个对不对？才会。刚，刚装啊啊，左边那个，怎样？完全就是也不用，就是40%或什么，反正就是记得开。对，只有一颗，所以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这一颗。那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的。对啊，总之是某这种成就，就默默就有收集到这样。按希腊我觉得有点不太吧。按对是比较难的，对，你要挑战自我的话，可以用按对。有点为难。对啊。巴龙可以，刚巴龙前面已经过了，所以有兴趣的话，等一下结束你可以看最前面。好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先打到这边，告一个段落啦。对，大家那个也十点了，可以去挑战了。来，开始挑战。对，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通关。那成就记得要解，还有那个龙科可以拿，然后打三次有我们刚才那个动态照。对，虽然看起来还好，虽然这因为它的动，它的对它动的没有很大啦。虽然他讨厌猫咪，可是他长得蛮可爱的啦，所以我应该还是会打一下。那他的技能基本上，如果你有要解光暗盾的时候，其实也算是使用。所以有能力的话，我是觉得可以刷一只。相对来说，如果你没有龙葵的话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它上面都是血，它是就是打完猫咪，然后把它就是吸起来那种感觉，好可怕。可是他长得好可爱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动保协会，动保协会抓起来。对，然后就大家就赶快去挑战吧。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。对，然后下面有那个厨子五组的，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厨子。对，那那个五组的话应该是会跟下礼拜的老人会有一些技能，所以对，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考虑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，那大家赶快挑战吧，就这样，拜拜。